在之前的那期十万订阅特别节目中，我有提到过去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的纳卡战争。本以为不会有人感兴趣，但没想到还真有人想听。而这一期呢，刚好是我频道创立一周年的日子，那么我就来把这个之前想做却没做的内容给大家补上吧。而且这个纳卡战争虽然只是个小规模的地区性冲突，但它却对未来的战争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纳卡是纳戈罗卡拉巴赫地区的简称，在苏联时期，这里是阿塞拜疆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州，但当地居民却多为亚美尼亚人，因此他们一直在谋求与亚美尼亚进行合并。苏联强盛时期，亚两国同为加盟共和国，虽有矛盾，但尚且能压制得住。可随着80年代苏联逐渐衰落，民族之间的裂痕就慢慢浮上了水面。1988年，纳卡地区议会投票决定并入亚美尼亚，随后该地区的紧张形势不断升温。到了1992年，冲突全面爆发，是为第一次纳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亚美尼亚人占尽先机，最终成功夺取了纳卡的控制权，并在当地建立了受其控制的卡拉巴赫共和国。1994年，已经独立的两国在俄罗斯的斡旋下签署停火协议，第一次纳卡战争宣告结束。然而，这种脆弱的条约并未给当地带来和平，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双方在边境的冲突依然持续不断。2020年7月，一场军事摩擦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随后，亚美尼亚拉上俄罗斯，阿塞拜疆拉上土耳其，各自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并且根据事后资料显示，两国都在秘密寻求国际雇佣兵的帮助。可以说，此时的高加索山区已是暗流涌动。9月27日，根据阿塞拜疆媒体的报道，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用大口径武器向阿方控制区进行了密集射击，导致阿方平民伤亡。而亚美尼亚方面则谴责阿塞拜疆向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居民区发动了炮击和空袭。于是和历史上很多战争一样，第二次纳卡战争也就在这种罗生门的情况下爆发了。这一地区山里绵密，道路崎岖，极大的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运用。因此在刚开始的阶段，占据地理优势的亚美尼亚部队以逸待劳地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9月底，亚美尼亚就宣称给阿塞拜疆造成了2000多人的伤亡。虽然事实上的数字可能比这小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阿方部队的确没在地面上讨得多少便宜。进入10月份后，战事开始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时期，持续性的炮击和特种部队小股突袭替代地面集群作战成为了主流，而且双方的空中力量开始入场，左右了战局的发展。由于两国交恶已久，因此都提前对此次必然爆发的战争做了相应的准备。只不过呢，相比之下，亚美尼亚的国力更为薄弱，缺乏必要的资源对其地面部队和防空系统进行改进，使用的大部分还是苏联时期的防空导弹和战机。虽然在战争爆发前夕，亚美尼亚空军从俄罗斯紧急接受了一批苏-30，但其数量总共只有10架，并且缺乏相应的训练，对整体战局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观阿塞拜疆，凭借着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收入，近年来对其军事装备进行了现代化升级，并且把重点投向了无人机机群的构建上。他们先是向以色列购买了大量的勤舰和攻击无人机，其中就包括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哈洛普反辐射无人机。在战争爆发前，他的铁杆盟友土耳其又为其提供了一批咱们之前介绍过的 TBR 攻击无人机和卡古瓦自杀无人机。由于战争的双方都不拥有现代化的空军，因此这些无人机将在接下来的战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时阿塞拜疆已经放弃了全面攻占纳卡地区的计划，转而采用在南线牵制亚军兵力，然后再转向北线切断拉钦走廊的打法。这个拉钦走廊是连接纳卡与亚美尼亚本土的唯一通道，封锁这里便可孤立整个卡拉巴赫共和国，进而使区域内的亚军不战而降。在这一阶段，亚军部署于纳卡地区的防空系统成为了阿军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视频资料可以看出，有些亚军的 S-300 防空导弹在被摧毁时，雷达天线仍在徒劳的不停转动，但却无法探测到来袭的无人机。以阿军装备的无人机性能而言，这种情况似乎不应该发生。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阿军出动了地面电子战系统，致盲了亚军的雷达。与此同时，阿军还发挥了土法炼钢的脑洞，将一批老旧的安二运输机进行了无人化改装，让他们飞到亚军的防区上空，引诱其防空部队开火，在大量消耗敌方弹药的同时，使其暴露阵地位置，为己方的后续打击行动创造了条件。面对阿军凌厉的空中攻势，亚军采用了防空火力拦截、远程火箭炮压制机场、布设假目标和电子对抗等手段来进行反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阿军无人机的绝对数量优势面前，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到了10月下旬，阿军已经成功摧毁亚美尼亚11套防空系统，其中的就包括一套 S300 和一套驱冲 G1 反无人机电子弹系统，成功创造了无人机对电子弹系统实施反辐射打击的战力。此外，阿军还对纳卡纵深地区的亚军补给线实施了空袭，导致部分亚军因粮草弹药缺乏而被迫放弃阵地。进入战争后期，阿军仍利用无人机对战区保持严密的监控，一旦发现有漏网的亚军防空装备出现，便第一时间予以摧毁，而亚军投入战场的重型装备已损失殆尽，幸存下来的也因为担心无人机空袭而深藏不出，以至于亚军无人机再无合适的大型目标可打，转而大量用于搜索攻击亚军人员，战场形势彻底沦为一边倒的状态。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阿塞拜疆的特种部队攻入纳卡山区，占据了战略重镇苏萨，此地距离拉辛走廊仅20公里之遥，虽然亚美尼亚人依托预先准备好的防御阵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缺乏重武器和防空能力，依然无法阻止阿军的攻势，最终在10月8日苏萨正式易手，至此纳卡山区与亚美尼亚本土之间联系被切断，战争的结局已是不言而喻了。10月10日在俄罗斯的居中调停下，两国达成了第四次也是最终的停火协议，卡拉巴赫共和国宣告亡国，亚美尼亚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阿塞拜疆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亮点毫无疑问是阿塞拜疆对无人机的运用，而且与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打的自然战、反恐战不同，这次商战的双方都是接受过训练、组织有效的正规军，所使用的武器也是来自于俄罗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制式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机依然得以大放异彩，我觉得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便是地形因素，由于双方都不打算进行灭国级的全面对抗，因此实际的交战仅限于纳卡一隅，战场面积不超过4400平方公里，约等于1/3个上海的大小，如此狭小的战区面积非常有助于轻型无人机发挥性能优势。一方面，相同数量的无人机集中部署在面积较小的地区，相当于变相增大了战区内无人机的使用密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战场与无人机的出发点距离较近，轻型无人机的续航和遥控距离便不再成为问题。比如 TBR 无人机的遥控范围只有150公里，但用在纳卡地区却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当地虽然没有那种特别高的高山，但山谷与沟壑纵横，地理环境较为复杂，这同样对无人机这类低慢小空中载具的突防较为有利。亚军的雷达视野和导弹射界严重受限，其反无人机能力不足的缺点被进一步放大。原本这地形应该成为守方的优势，但在丧失制空权且缺乏立体化后勤保障能力的情况下，据险而守就变成了作茧自缚。同时我们还能看出亚美尼亚的防空体系不适应现代化的战局，亚军现役防空武器均为俄式装备，主要有各型萨姆防空导弹以及不同口径的高炮，这些武器对亚军的战斗机、直升机等传统航空兵力尚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在应对小型无人机空袭的时候则显得力不从心。至于 S300 这样性能较为先进的武器，其打击目标原本是针对战斗机、弹道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的，即便它能够与阿军的无人机一换一，但换到最后吃亏的恐怕还是亚军。而且在此前的军事摩擦中，亚美尼亚一直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比如他曾经借助电子弹手段击落多架阿军无人机，还是用国产的无人机杀伤过不少阿军人员，这使得亚军产生了战术惯性，并对现有的经验志得意满，忽视了近年来阿方与土耳其、以色列这两个无人机大国的密切合作，以至于战争爆发前夕，亚美尼亚没有把原本有限的经费投入到反无人机作战领域，反而是花大价钱引进了看似高大上的苏30。事后看来，有这闲钱还不如去购买各类近防武器、便携式防空武器来得实在。以这种高大全的冷战思维去对抗21世纪小而精的作战体系，结局可想而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阿军无人机在空中出彩的表现也有其疲软的地面部队反衬的功劳。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即便掌握了制空权，阿军也只向前推进了50公里左右，最终未能达成控制拉辛走廊的目标。这期间还曾多次遭到亚军的猛烈阻击，致使其丢失了大量的陆战装备，最终的战损比也与亚美尼亚基本持平。这说明啊，这以领土为争夺目标的战争中，无人机虽然能对敌军起到极大的削弱作用，但并不能代替地面部队进行站点行动，想要摘取胜利果实还得靠有效占领。阿塞拜疆应该庆幸的是，他的对手是一支国家化的正规军，而非恐怖分子或者游击队，否则以这种地面推进的情况，这场战争还有的打呢。除了在战场上真枪实弹的对抗，两国在网络空间、国际舆论和外交等领域的交锋也十分精彩，只不过时间有限，我这里就不逐一而论了。
战争结束后，亚美尼亚首都耶利万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愤怒的民众拒不承认停火协议，并要求其总理下台。而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则举办了盛大的阅兵式，3000名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军人参加了游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也到场支持。之后，阿塞拜疆还修建了一座凯旋公园，以展示从战争中缴获来的战利品，并用蜡像把亚美尼亚士兵战败时的形象给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毫无疑问，仇恨的种子又再一次被埋下了。其实从情感上来说，我是更倾向于亚美尼亚的，因为我去过那里嘛。去年我看到不少五毛频道吹嘘什么亚美尼亚对阿军发动弹道导弹打击，什么阿塞拜疆斯鲁达军军备击溃，我头一次希望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从当时整体格局上来说，阿塞拜疆得到土耳其亲密无间的支持，而亚美尼亚在军事上仰仗的俄罗斯老大哥却始终不那么靠谱。俄土两国对高加索地区此消彼长的争夺才是确定战局的根本原因啊。我是2017年5月份经格鲁吉亚前往亚美尼亚首都耶利万的，这绅士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如果忽略路牌上的文字，乍一看与一些东欧城市无异。在市中心有一个自由广场，我在那里闲逛的时候遇上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很由于我是一个难得的亚洲面孔，他拉着我讲述了一大通亚美尼亚的历史。当然由于语言的关系，我听的是一知半解的，后经过路人的翻译，我大约了解到这位老人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第一次纳卡战争的老兵。他跟我说的主要是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亚美尼亚人不断追寻民族独立不断抗争的历史，他希望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能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通常在去一个国家旅行之前，我都会对当地的人文历史做一定的了解。我知道亚美尼亚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我知道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亚拉拉圣山位于敌人的领土上。我说的这个看着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看着，由于距离很近，在天气好的时候从耶利万市区就可以直接看到那白雪皑皑的山顶，但这些从书本上得来的认知在眼前活生生的历史面前会顿时显得黯然无色。后来我又动身前往纳卡地区的首府斯捷帕纳科特，沿途美丽的风光和被当作纪念碑的功勋坦克似乎已经预设战争早已远去，可边境岗哨上神情紧张的哨兵和不断出现的雷区警示却又在向我证明这只不过是两场暴雨之间难得的片刻安宁。这个国家的人民给我一种感觉，他们的心中藏着一团火，想在强敌环视的情况下不断地证明自己，想要不断地去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这种感觉对于生长在红旗下的我并不陌生，只不过如今回头来看，这份炙热的情感虽然帮助这个民族从苦难中走了出来，但在远方更远的道路却不是只靠火焰就能走下去的，千万不要因此迷失了自我啊。